我是新奇，霸王龙是我最好的搭档，我要把它训练成最强的恐龙。可是它非常调皮，总是在冒险中闯祸，每次都把我搞得十分狼狈。而且它脾气很火爆，要是惹它生气了，它就会追得我喷火。但它也是一只英勇顽强的恐龙，每次遇到危险，它总是能为我挺身而出。在战斗中，它越战越强，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。我要更加努力，把它培养成最强的龙王，一起来为我们加油